火星文明章是个满口脏话，没有文化商人。我有个服装店，只卖衣服。内，我有三种招牌。第一种 ，Magic Bra， 神奇内衣，可以把小的奶奶变大。第二种 ，Super Bra， 超级内衣。 可以把大的变小，不大不小的呢，就可以穿我们的 perfect bra， 完美的，穿上去没有感觉，是最奇妙、最美好的一种感觉，天。